喂，boss 们，早安呐！这边是在五分钟养老的护理小背后。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次的 PR 和 Rhino Pride 一起复刻的装备，主武器的自动步枪裸电步枪 Pride 的介绍和模特配置分享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按个喜欢订阅小铃铛，IGTC 推特下方链接就不要忘记了。那别关注，记得点赞、加关注。那就我们马上开始吧。获取方法可以透过开启 PR 处所贩卖的遗物，随机掉落蓝图的部件来取得，或者说是透过 PR 包保底掉落取得。基础数值方面的话，基础伤害是46，完全没有切割，然后实际速度是10，然后暴击几率、暴击倍率就比较糟糕了。比较好一点的就是它触发几率有34%，特点呢就是在自动步枪中拥有第三高的触发几率，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的后坐力哦，但是扩散倒是还蛮严重的。接下来是小北猫的配置和使用展示啦，欢迎暂停参考。以上就是使用上面展示啊，那伤害表现的话，小北给他2颗星，或者1颗星，2颗星吧，不要太狠。就是一把没有什么特点优点的武器，三千经验。那推荐指数的话也是2颗星啊，三千经验。那以上就是这次的裸电步枪 Prime 的介绍啦。那如果是播出这部影片的话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也欢迎各位朋友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、一些看法，我就会在下方了。那如果不是说想给大家的更多新的新资讯、新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下订阅小铃铛。如果想要关注小白，就记得下方链接；如果想要加小白的微信的话，下方链接里面会有各种信息、每个台通知。那如果是不预关注，就不要忘记点赞、30加关注啦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了。拜拜。